我的夫人和迪丽热巴谁更漂亮？对，谁更漂亮？迪丽热巴更漂亮吗？比我老婆更漂亮？对，不可能，我老婆最漂亮，不可能。大老婆。我回不回家了？老婆，这是做节目，老婆，都是安排的。对，这句会掐掉的。啊，是吗？对。经常是，我在洗手间正在上厕所，我们家女王也想上厕所，只有一个卫生间，我刚上到一半，我就要起来，给女王腾地儿。哎呦，三级呀，我都得忍着。我有几次我都憋得有点昏厥了。